非常感谢你对这一张专辑 Sheep 的支持啊，非常开心啊，你这么支持我的音乐。张艺兴一开始从以歌手的身份出道，然后到后来因为综艺节目，包括因为电视剧，为人熟知，但是呢，也还是一直没有忘记说自己是一个歌手。那这张专辑花费了我很多心血，大家肯定是知道的。那首先还是首先感谢，然后第二个再跟你聊聊我专辑的，咱们唠唠嗑吧。嗯，那个这个专辑的整体制作，你觉得还怎么样？还行吗？达到你标准了吗？肯定还是会有一些瑕疵，因为确实是在自己这一次，包括自己的在发行方面啊，包括在各个自己未尝试领域的一些尝试的时候，发现水都很深啊，都很难，都不是那么容易。但是我觉得只要自己人努力，自己能够有上进心啊，一定能克服。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也希望你们喜欢这里每一首歌曲，因为每一首歌曲都是我花了自己所有精力，可以说是120分精力的歌曲吧。其实蛮希望可以每一首歌都拍 music video 给你们，给所有我的喜欢我音乐的粉丝朋友们，但是好像时间又不够，因为你要所有要安排练习啊什么的都需要时间嘛。我不希望就是拍个 music video 就是草草了事，然后交作业。我其实最希望的是拿最好的质量、最好的作品去回馈每一个粉丝在每一个领域对我的喜爱，不让大家失望嘛。也感谢你能收听数字音乐。